它有什么特色呢？它要飞进来的时候，它没有直接冲进去的，在它在外面就它的飞，然后它的皮肤是红色的，嗯，然后你看到它的嘴巴，嗯，你看它的嘴巴跟赖窝旁边那个嘴巴是不是不一样？嗯，它的嘴巴是这样的，尖尖这样哦，看到吗？嗯， 上面尖，下面尖啊！嗯，如果你看到这种外面看到，你很肯定这个是红葡萄，屁股红红，然后它没有直接冲进去的，像哈利波特一样。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sister. I wanna see your bee. I don't wanna see you. Sorry. Very interesting, lah. Your husband rare all this. 嗯，看到吗？哪一个是大蛋？一粒一粒这个。啊，大蛋，你看到啊？要虫虫要爬出来了，白白的。 虫虫咩？是它的 baby 它的 baby 啦，虫虫啊。它的 bee 啊。有时候可以看到 queen 上来的，你知道吗？它的 bee啊。如果它喜欢你，它就上来哦。它上来会咬人的嘛。不会。它很肥啊。那天上来做什么？OK。Look around 嘛，它是 queen 是吗？整个窝里面哦，只有一个 queen。哦。它最大的是它，它去到哪里全部 bee 是要跟它的。然后，它的老公呢？ 她的老公是老公就不久，也是不久了，我也不懂多少。那你可以differentiate哪一个是老公啊？很多很多，看不到，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是很多的。然后这个 queen 呢？他们死了这样多年就了。是啊。不是。那你是都看？OK，等下我跟你讲。没有这个可以吃的没有？不能吃，这个是薄薄丽莎，人家讲做薄薄丽莎很消毒啊，就是个东西，不过他们要去 process。 然后啊，它是45天就死了，45天全部45天死了了，它的蛋一定要生出来咯。哦。啊，然后 queen 是2年到3年才死。哦。只有一个是最紧的了。它死了了，然后 take over 它的 place。它一定要生过 queen。 要生个 new queen。你们它的 queen 是那个 queen 在生哦，自己生啊。你看啊，它几个月了哦，它连蜜它都不做，然后它这个我很顽皮。 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这么做花粉，这个些全部是花粉来的。他喜欢做花粉，粉在我来，毛波兰呐，毛波兰呐，这个是不是毛波兰来了？这个毛波兰，毛波兰，你也看了啦。我们有一个queen，哦，你colony organ。哎呦，嗯，对。飞出来，有个没有来？你那个没有看多，没有的，因为等一下才等一下。啊，蜂蜜在哪里？ 蜂蜜在里面，我先抽一点给你们喝先。我先抽一点给你们喝先。来来来，要，我用这个抽。有那个泵是很快的，嗡嗡。哦，那个就是蜜糖。 哇，Oh my！如果它已经 pop 到家了，就是说它是熟了了咯。哦。啊，来。它 close up 了。哇，这样就可以喝哦。啊，yes。Let me drink your honey 啊。算了。它就 close up 了，它就盖掉它的 topping，topping 到了之后哦。 啊，等到它很熟的时候，你看它是这样 pop 出来 pop 出来的，嗯，是吗？啊，是啊，它 new generation 放过了。这个 baby 没有看到，如果是花粉啊，它颜色不一样啊，你看到花粉不一样吗？有时候会抽脱啊，没有去注意，它是花粉来的。这个就还没有熟了，你看它的还没有盖嘛，你看到吗？